安丘大姜在明朝就有种植的记录。在1995年，安丘被评为中国姜蒜之乡。安丘整个种植大姜的面积达到20万亩，年产值2亿。今天又到了安丘大姜丰收的季节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安丘大姜。哎，大哥你好，那个你贵姓啊？我不贵，姓王。姓王哈，嗨，王大哥，那个今年这个大姜，咱们用了咱们巧克力，那个感觉效果怎么样？效果挺好的。效果挺好的。那个，咱们用巧克力是怎么用的呀？是一开始打水的，蒸的时候，后来冲水的。后来冲水的。对对。那冲了多少量啊？没不低一袋吧。没不低一袋。咱们这个地有多大呀？有三亩地。三亩地的，对对。三亩地的大姜，冲了三袋。对。你感觉这个，这姜这个，现在出来了，这个效果怎么样？效果挺好的。你看这块姜，差不多养一十年了嘛。这块姜啊。是这么大是啊？对对。行啊。但是从哪一年开始用咱们巧克力的？前年吧。前年。对对。就是今年是第三年了。对对对。你感觉这个效果的话，明年的话，我们还会不会继续用我们的巧克力？继续用。好，效果挺好的。效果挺好的哈。行，谢谢王大哥。好嘞。